今晚咧就會坐呢架土耳其航空嘅飛機，咁就係11:00先至起飛，要飛11個鐘頭先到土耳其。有好多係熱帶植物。伊斯坦堡飛機場。很多回家勾住個面。我哋而家行咁耐咧，直至到我哋未坐船，即係過到到海倫嗰啲零星咧，仍然都係歐洲。即係換言之，我哋而家身在的地方係歐洲嘅地方。有啲跳上嚟咧，享受個咁，所以今朝咧特別咧係安排早餐，呢間酒店就食早餐。太陽出嚟了，喺酒店嘅門口經過對面。買啲麵包好大個嘅，啲人喺度咧買咗之後咧切開就喺度食早餐，所以啲包啊餅食啊唔好嚟。特別裝一間鋪頭嘅櫥窗，可能我一個回教子嚟，唔住呢度入去，啲路都砌得幾好，緊。啲牆，即係一隻顏色嘅啫，全部冚唪唥都係黃色。你見到頭殼頂嗰啲一個好似蜜蜂嗰個 logo， 呢個咧係 Turkish Cell， 即係土耳其電話公司嘅賣廣告。南美係唔收門飛嘅，咁所以佢當佢開放嘅時候咧，就俾啲旅客入去睇。當佢唔開放就 stop， 冇人可以入得啊！咁所以形式同大家講，最多加咧只係加得飯嘅啫。啊，咁先同大家交代一聲，但係放心，麵包嗰啲咧佢冇問題嘅，呢個可以加得。咁啊飯嗰 set 嘢咧就唔形式嘅，唔可以。通常肉類咧，我哋呢幾日就食呢個雞肉為主啦。我哋要食同其實雞都可以嘗試下，都 OK 嘅。咁其實嚟到第一個景點啦，落咗車。個地好靚嘅，全部呢啲石砌嘅。哦，就嚟呢間廟啦，好靚。一開始咧入去呢一個教寺啦，係喺呢個門口入去噶。靚都好緊要。呢度咧，呢個接種區一共有6支嗰啲酸梅塔，中間有1支過嚟呢邊嘅，又有1支，咁真係好高規格嘅。呢度咧係兩條樹嚟嘅。都要換鞋，就係要攞膠袋。好，揸住只鞋，就入落膠袋嗰度，然後拎住玩鞋，一路行。呢間南洋屋。
咧就係呢個像。細細柱，同埋啲石紋咧，係好特別嘅。墨家嘅早殿要正宗大陸柱啊，有排數啊，嗰啲塔都唔知幾多支。嘉誠，有一個入口。花園就是一個星月的標記，這邊有一個地氈的博物館，看出來是它的外牆，都很有特色的。打個花園，口的這一邊參觀完之後呢就出回來，個個在這裡穿一些鞋，然後就再去下一個景點了。出這個正在喺度清理期間，我哋咧就向呢個方向進發啦。有地鐵車，而家咧就入去呢個蘇菲教堂啦。咁就係要每人憑飛入嘅，要包包喺度啦。這個就是入來的地方了。如果未有梵蒂岡咧，佢係最大嘅教堂嘅方面。入嚟之後嘅第二重，公元後500年建成。OK， 請大家跟住過嚟先啊，轉頭嗰啲自由。軍事肯定大，兩個回教寺入嚟嘅時間係冇鏟走天主教會，所以好多嘢咧保留下嚟。原本咧油咗啲白灰，咁咧就冇整壞佢嘅。當抹翻啲灰之後，所有呢啲原有嘅嘢咧就喺翻曬度。可以看得出咧，有幾多人踏入呢個聖堂嘅？就冚唪唥咧，呢兩個位咧都踩笠咗。呢個只貓喎，好特別喎。
咧下邊咧就係一個儲水嘅地方嘅。呢個震大大保留到，就唔知少少年一路保留下嚟。軍事坦丁大帝嚟到地方，佢唔舒服，即係佢台新慶亞蘇，即係類似咁，形勢唔舒服咧。係求神以前啲人咧，相信係神可以幫到好多嘢嘅。軍事坦丁大帝嚟到病咗，咁就喺呢度咧，曾經喺過呢個柱嗰度咧，就係、是、休息過嘅，隻手就喺度咧咁轉。轉270度咧，嗰句當時咧就好翻，咁所以變咗一個奇蹟嚟。因為呢個廟係好開揚嘅，啊，比頭先嗰個廟南廟咧，佢係更加早，但係咧佢完全中間個空嘅地方咧，就好多地方嘅。深咗少少嘅，係有粒突兀嘅，特別好深藏。望埋咧係好一個特色嘅，好似印度嗰個雲石牆。走埋去咧就係望到落去下邊祭堂嘅地方。呢度有個大堂，係將頭先我嗰啲特寫嗰啲鏡頭咧，嗰啲係砌嘅石砌畫咧、彩畫咧。全部展示出嚟，呢個樓梯落嚟嘅地方，出路嘅地方。